凉风习习，日出霞光连串成云彩，飞鸟在蔚蓝天空翩翩起舞，灵气流动，无限风光。穿过竹林，越进越洞门，映入眼帘竟是让人悠闲自在的美丽春色，安而舒适，静而惬意。宋城，继唐城明宫后，富贵集团另一匠心之作，是沙雅南富贵山庄首座现代宋朝骨灰殿。全新推介的宋城，以雅、容、逸三大主轴，精心打造出仙人长眠的理想之所，风雅细致。宋城位于百孝陵和永恒生命馆之间，占地4500平方公尺，整体建筑采用古铜金为主色调，增添繁华绚烂的风采。禅意是宋城注重的元素之一，禅寺庭院最美妙的地方便是园中院的自然景观，让人感受禅意之美。这里是地藏王菩萨的境遇，地藏王菩萨代表大愿，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三时空发大愿，普度众生。宋城处处可见月洞门，月洞门借圆月之意，圈点出人们对阖家团圆、人生圆满的美好盼望。一景一世界，透过月洞门探幽，使庭院变得圆满和谐，营造出一种古雅静逸的悠远意境。夜色璀璨，呈现出宋城的另一番景致，一抹温柔暮色，让人沉浸在浪漫月夜中，与内心产生共鸣。净月阁，全马首座6尺全白浮空水月观音的骨灰殿，水月观音优雅脱俗，让仙人逍遥自得，不受尘世烦忧所困。宋城，一砖一瓦，一石一木，完美诠释出宋代美学，彰显大宋气派万象风华的迷人魅力。